合作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嗯，浩君想很幼稚。其实你也蛮幼稚的。好，对。给自己打几分？哈，不要帮自己打分数。不要。我？我觉得我60分。哦，他好，可以了。他古装 OK 的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在拍之前，我们有时候走戏的时候，大家都会，比方说有一场戏叫，所以我有个台词叫“棋逢敌手”，棋逢敌手，然后我就联想到，哎，棋逢敌手，就是这种笑点。就是我感觉那好像是我小时候看的，然后我以为他年纪应该就蛮大，结果哎，他才36，31，跟他差2岁而已。哪有？其实他年纪，我不知道他年纪这么大。你很过分！我刚刚这样讲你，你这样讲我。上一次我喝水，然后我就呛到咳嗽，他痰超远的，他马上就说什么担心。对，然后好像因为我就是手有点痒，他就说什么也会长什么。就是反正就是那个症状只要有任何什么一点小症状。你是不是？他说他手有点痒，我说是不是手指头？好像听说手指头发痒也是症状之一。小美平常会多准备一只手机吗？我只有一只手机。只有一只手机。对。那你会让看手机吗？其实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都不太会去，就是看彼此的手机。嗯。密码知道吗？密码知道，知道。他知道你是哪？有，当然最知道，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密码很好记啊，就是要大家好记的啊。让大家好记。就是我跟家人们好记的密码。对啊，我像我的密码，我弟弟也知道，妹妹也知道，都知道我的手机密码。对啊，因为有时候就是，有时候因为像我的电脑可能。我要叫我弟帮我用东西，然后他就知道说哦，我习惯用的密码是哪一个这样。